近日，河南开封一女子在包公祠跪拜痛哭，众人纷纷效仿，结果景区关闭包公祠。民众跪拜只是情感发泄，没有实际效果。包公的铡刀和权力来自宋仁宗的授权，现在包公和宋仁宗都没有了，只有习近平领导下的全过程民主。如若包公在世，第一个该斩的是谁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开封有国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。